法国球迷对梅西抱有嘘声，诺坎普的90,000名观众却在呼唤着他们的国王。哈维说，只要我还是教练，巴萨的大门就永远向梅西敞开。拉波尔塔说，巴萨永远是梅西的家。但就是这个叫做家的地方，却任由梅西在告别会上哭泣。17年的亲情奉献，换不回一个体面的告别。我永远记得你，拉波尔塔在竞选巴萨主席时的发言，我会拼尽全力让梅西完成续约，因为我和巴萨一样爱他。所以在到被扫地出门的前一周，梅西还坚定地认为自己会完成和巴萨的续约。在今年的1月份，媒体曝光了巴萨高层对梅西的评价，你不能对一个下水道的老鼠这么好，俱乐部给了他一切，而他的傲慢态度令人作呕。全然忘记了在梅西加入巴萨之前，巴萨的更衣室荣誉远不如本菲卡，巴萨的5座欧冠中有4座和梅西有直接关系。在巴萨与梅西签订餐巾纸协议的餐馆外，针对梅西是皇马没能留住的幸运，还是梅西错过了中